图图，出来吃饭啦！听到吃饭的图图立马跳下床，刚睡醒的小家伙还没忘记从床底下带上自己的饭钱。妈妈，我来吃饭了，这里面有两块。今天吃新粮，好，你看看要哪个口味。这个。啊，这个口味是吧？好，林椒、林佑、林防腐的。这个吃完饭给你吃哈。不过你吃完饭好埋汰哦。听我说他埋汰，赶紧去拿了湿纸巾，让我给他擦嘴。